总，你这次这么高调的宣布准备结婚，是认真的吗？各位媒体朋友一直对我的私人感情非常感兴趣，与其让你们编造猜测，不如我直接自己宣布。是的，我是打算要结婚，而且我今天打算跟他求婚。那你的前女友？注意你的言辞，我们从来没有正式分开过，所以她还是我的女朋友。同时我很欣赏她的工作能力，决定让她以股东的名义入职云马。我是打算要结婚，而且我今天打算跟她求婚。恭喜你啊，周世姐。恭喜我什么呀？恭喜你马上就要当云马的老板娘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你没看今天的新闻吗？我刚在开车呀。我是打算要结婚，而且我今天打算跟他求婚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就是今天啊，他已经在来上学的路上了。什么？周助理，你到底是怎么把围棋拿下的呀？能不能教教我们呀？教教我们呗。都不用工作了是吗？你干嘛呀？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生活。嫁给我吧。别拍了，我不答应。搞什么呀？别拍了，别拍了。周氏，请问你拒绝魏总的理由是什么？周小姐，你为什么拒绝魏总啊？周小姐，都不要追了。他现在心情应该有点乱，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。我相信他总有一天能想通的。名词看单数，动词看时态，主谓宾定状补，主干之业分清楚。是你？幼不幼稚啊，你还搞暗号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谨慎，万一我认错人怎么办？你以为你是 Superman， 戴个墨镜别人就不认识你？我一眼就认出是你了，好吧？喏，给你买的。谢谢啊。哎，你怎么想到带我来观光车谈事儿啊？你不是一直神经兮兮、疑神疑鬼的吗？这儿这么高，就不会有人听得到，也不会有人发现我们了。什么疑神疑鬼的呀？我都说了，我这叫谨慎。你那边有没有查到内鬼的线索？鱼儿已经下去了，就等鱼儿上钩。我最近一直在观察薛乐，他……好了，今天太累了，不想聊工作。不聊工作聊什么呀？休假。想与你环游全世界，想走你排练我们的喜悦，牵着手漫步目的兜圈，放你进怀中去。如果你射中了就有奖，如果十个全部都中的话，这上面的玩具还有呢，随便你挑。谁啊？在浪漫喧闹的街边，被羡慕着，被祝福，爱已出画面。怎么玩啊？这个简单的很啊，只要射中就有奖。如果十支标全中的话，这所有的玩具啊，包括那个，随便你挑。只要你离开，就会立刻开始思念。喜欢靠近你悄悄的耳语，你心跳声不玩了。来，美女，这是安慰奖，要不要再试一次？不玩了，你走吧。十只都射中就可以随便挑？是啊，这都磕人的，不可能十只都中的。你走吧。谁说不可能的？你什么时候会玩这个的？不会的，还多着呢。好想与你环游全世界，想走你排练我们的喜悦，牵着手漫步目的兜圈，放你进怀中去消磨时间。一个吻
见幸福在蜿蜒，在浪漫喧闹的秋天，被羡慕着，被祝福，爱溢出的画面。只要能着你，不管夏天还是冬天，只要你离开，就会立刻开始思念。喜欢靠近你悄悄的耳语，你心跳声多么好听。只要瞬间就会有人说的一面，只要有你在自己的。哇，你会不会拍照啊？把我1米7大个拍成1米了，这么小脸你给我拍这么大，算了算了。你本来也没有很高嘛。你看。手机还我！还我！喂！扯平了，幼稚鬼！彼此彼此，我要看看还有什么丑照没。手机还我！不还！还我！还你！嘿！嘿呦！周氏。我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家吧。等会儿再回去，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看什么？十、九、八。你数数干嘛呀？六。你是不是要搞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吓唬我？四、三。幸运赶上了闭馆烟花，我看到的